情开始了，已经两三年了，瓷器开始了，就展开了国际，某一个国家，某一个医院，某一个机构需要的防护的。这两三年来，常常听到我们国际救援几十个国家了，我们不断在提供。我就说了，平安啊，要关怀呢，在不平安有灾难的地方，人在需要的时候，就是需要呢人间的爱去支援他，帮助他。能救人的人就是有福，那多造福的地方就是平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抱了这一份爱心，有爱啦，才能呢让天下人心用这个科技传达话，人人传好话，人人呢学会做好事，彼此呢互相互动，互相感化去付出，能这样天下才能平安。现在呢真正的大家啦，要守住了这一波的疫情。其实呢，我要一直在呼吁，人人自家，大家人啦，自我管理，自我防疫啦，人人守护了自己，保护自己平安，家庭的平安。就是社区的平安，社区的平安呢，就是社会的平安，社会的平安呢，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平安。现在看到这一波的疫情啊，这种看不到也摸不着病毒了，唯有靠人人呢自我的生活健康的常识要提升起来，洗手还要呢保持距离。所以请大家要用心啊，人的平安就是我心宽啊，人人的平安就是我的欢喜啊，人心知我心，那你我呢共同一念心，用虔诚的心祈祷，心心念念，时时刻刻我们都要为彼此祝福，祝福天下平安，无灾无难，爱的能量点滴来付出，平安的国际观，我们平安啦，每个地方有需要，我们去付出，点滴点滴汇合起来，就是大力量。感恩祝福彼此之间，不管你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认识与不认识，我们都是共同呢用感恩心跟祝福的心来互动，这就是大灾教义。这两三年来我最常说的话就是大灾教义。这个要教义什么？时事为大，家的事情上大了，就是这个口，这个口，能吃的
还要挑口味，需要吗？肚子能饱满啦，就慢吃啦，也罢得爱弯酒啦。还要呢，看见挑，用眼睛来挑，这样的颜色，这样的菜肴，我喜不喜欢？那意识就去分别，把这样的口味沾一下，我喜欢，我要多拿。那不喜欢，我不要。这种的挑剔啦，就是因为呢，你太丰富了。这老天爷啊，看到了众生这样，也就是说，你想偷贼啊，你太不知好歹，那就是呢，也会发怒哦，总是呢。天哪，要庇护人间，要让人间祥和，也要人间呢，要天良。天哪，人说天良啊，地啦，要靠地呢，会拥有啦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说我们人心。人心啦，哎，有天良，如天的庇护，要靠人人的良心、善良的心，天才能庇护人间。我们要面对的人间任何一种的苦难，所要这应景还有，那就是。人人的爱心汇合，感恩菩萨爱的能量要再接再厉，感恩我们的团队，医疗团队每一个医院呐、啊，代替师父发挥这样的虔诚的呼吁，以代替师父呢站在那里，一个个的向了。发挥爱心人的极功，感恩这个话，我都是想要对每一个人说的。有院长们呐、啊，医王们呐、啊，围绕在那里代替师父说好话，真的是感恩事多。我们人人呢、啊，都可以做得到，只要。把心汇合，那是人间的真善美，天行的心啦、啊，安尼心意做出来了，人间最美啊！讲不完呐、啊，总是大家要口口相传，记得挥素不可，用最虔诚的心，只要付出。感恩以外啦，总是一个灵皇妙药，为数不可。少杀生，少饲养动物，那让它自然生呢，跟人间一样。不要呢养来被杀，你不吃它就不会养，不养就不会。被杀，总而言之，这种的恶的循环呐、啊，气候变迁呐、啊，人心动荡呐、啊，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众生所造的业。菩萨们要记得，师父现在在说的话，声声佛法都是真理。过去我说。不说也罢，现在呢是非说不可，总是要说出了我想说的话，请大家用心把话听入心，放在脑子里，时常回忆的浮现了念头，
就找机会呢跟人说，期待人人从声音啊能启动自己的心，发挥爱的能量，这叫做功德无量啊！啊，许多的感恩呐、啊，以勉励的话说不尽，还是呢，向全球菩萨说感恩，请大家呢和和互协，诚意要诚正信实哦。